给你们开个预言。来吧，这怎么感觉又这么暗呢？屏幕抖动是什么玩意儿了啊？哎，算了，无所谓了。掏西屏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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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掏西屏嘞，吃兵。掏平嘞，完了，按错了，怎么把药吃了呢？掏回来吸炸平嘞，这干嘛呀？平嘞，耗点盐，平嘞，平嘞炸，有血怒了不起。我俩开疾跑，你有抠吗？别忘了，我们处于战争年代。我的车，可以。有人说黑暗会与他们对视，那是因为他们看不见。先来个皮孩啊！咱再来本书，把这卖了，省得我的蓝不够用。呀，我没买血瓶，我再回去买个血瓶。确实应该出杀人界的，我忘了。我一开始想出来着，我一开始出完以后，我寻思，哎呀，我435，我还出个杀人界，我不亏了吗？我一看不对，我没出血瓶。炸，掏，凌驾众人的权力，炸，我手。掏炸西炸平嘞，接炸，想瞪我那不可能。掏西平嘞，接炸，接 A 卡兵线，这玩意儿真硬啊！我的吃我两套技能都不带动一下的。回想起来，他们还叫我瘸子。敞开的赴死吧。哎，祖母说乌鸦最厉害的是平 A， 对呀，就是平 A 呀。你看这弹道，欺诈炸，马上这波我们升六啊，掏欺诈。掏开大招，吃饼干，耗点盐，掏回来炸 A 七平 A 平 A
平给吃药吃饼干，平给掏回来，吸，平给炸，再平给，四三二一，杀下 Q， 干 Q 我。吓你们一跳，他也吓一跳，就得有这种效果。回家遗失的章节，这样出吧。杀人戒配这个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还是得这样。补个车吧，靠，没补到。再炸了，不等我。哎，为什么不是全智能施法呀？掏炸吸给大，别着急走位，平的炸 A 八八六，掏炸。这是有点上头了呀，我这一看，我杀你这么多回，兄弟，你敢闪现跟我打，我的钉都没用。我大可以把他们都杀了，但这比我向他们证明我的正义残忍太多，不敢猜了，我怕那凯隐过来了。算了，我走了，我们一定不能死啊，但我差100块钱，我差100块钱。我多的我都不收，兄弟，我就收一点，我就正好，我就差那100。鞋子上的泥点我有血迹，主公与军师之间的战斗，他是个屁军师，我是主公，他就是个屁。这是我最轻微的罪名，还军师呢，他就是个莽夫，加上他弟弟。谁到了？臭将军还想打统领，我是没想到的呀。太难了，这中路爆炸了。哎，塔皮皮掉啊！我靠！掏回来，炸，行为，再炸，来来，我现在就想来，来人跟我玩一玩，来就来人，对，赶紧来人，我受不了了，跟我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给我来人，
雷影儿。快点给我过来人，快点的，快点快点，来几个人，我想死。给我上。披萨。他给下当了，可以啊。你超越了。我看谁敢上我这上路来，谁这么不怕死？我现在一个打三个都不成问题，因为我有钉。炸！为什么塔皮又没吃着啊？我好烦哦，我两层塔皮没吃到，300块钱没了。不对呀，这怎么会没吃到呢？从军队的阵型上你就能知道战斗的结果，只要你能够看得出。干嘛呀这？哎，一炸让我炸俩，让我白嫖，让我白嫖生命值是不是？拆我的塔！知道我为什么能一打二不？你们可能不知道。我考考你们，为什么我能一打俩？有钉，我是有钉。刚才有钉只是一部分，为什么能一打二？因为他们没有减伤。这上来交闪现，我是真是没看懂。叮！回家。不让我吃塔皮，那确实是有点厉害，没办法，这人不让我吃塔皮，我也没办法。这把我们千万不要先出杀人书啊！美甲的血魂卷如果出的太快，就完了，我得炸他一波。小黄毛够呛了吧？给个大。没有到吗？这卡特跑这么快，武术还追不上。哎，可以打来，我到了。这样的遗言，这大虫子哪去了？没有。炸一下吧，击炸平 A， 拆塔吧，没事，拆塔就行了，不用管他，小炮开野，管他干嘛。掏回来，这 ADC 很骚啊！
我们先拆塔吧，不管他了。还很骚气，炸掏掏回来接炸，先杀的 ADC， 哇，这 ADC 的虚区是真高。哎，还行，没抬起来。这 ADC 虚区太高了啊！我天哪，他杀了八个人呢。我这还是没有出美甲窃魂卷的情况，你知道吗？这要是出个美甲窃魂卷，这他就更无敌了。跑得好快呀、啊，这卡特！我的心里早就有恒，再多一个又何妨？回家出我们的那个沙漏子，跟我团。跟我打团。有沙漏的我是无敌的。我真喜欢和蠢货们费劲口舌。来，过来，来，掏回来，炸，炸开大招，掏，掏，叮，炸。不敢上，没事，我们只要抱起来团啊、就可以了。这家伙我怎么死了？不会吧，兄弟，不会吧，兄弟，这也行？妈呀！我没有变身了，你知道吧？下回不行，下回先变身还不行呢，你看，那凯隐没来之前还不能变身，先来个恶魔之拥吧。恶魔之拥呢？这儿呢？小龙可以要。洛克萨斯之手是真不怕死，我就发现。哎，死了算了吧，就是赚了就行了，我们撤。真相还有五步，敌方上单060，俺们家26-19。收点兵，我跑得太慢了，关键是我有点追不上人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跑得太快了，
我要想跑得快，那就得美甲窃魂卷。但是我现在的装备，如果出了美甲窃魂卷，我的天哪！这！这怎么办？我这钉别用了吧，钉也没用了，这钉不用了。他把后排全杀没了，完事四个人还点了。点啥呀？我也没点呢。